ん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ぼわっと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とちょ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たらりら。可以加个你微信吗？我。Don't you tell me that it wasn't meant to be. Call it quits, call it destiny. 好专业啊，就是丑人的任务吧。懂很多啊。我这个构图绝了。我觉得等会儿就够了。就是又能拍到你美丽的脸，然后镜子里面有徐姐美丽的脸，还有我的睡袍是吧？还挺好看的。你说你先，你说我在这里怎么办呢？我家女，哎，别拍了，别拍了，回眸，回眸。徐姐，你吃鸡胗鸡心吗？吃啊，为什么不吃？吃本钱。其实我今年已经46岁了，维持童颜的办法就多吃一点本钱。你好狠的心呢！你以为先生童颜就是这么练成的？你以为我就这么简单这么单一吗？没有听过有一句话叫做美丽的玫瑰都是浑身带刺。真的饿坏了，一天没吃饭了。两位负责烤，我负责吃。两位妈妈，老板今天要点我们两个小妹妹吗？可以走，两个都点，真是太大方了老板。好看的好看的，换个动作呢。黑金真的巨好看，特别一，我绝了，完美神颜一。哎，他一点都不害臊哦。我们现在来拍照，拍照姿势是。为什么呢？因为我选了两个一，大三六个零。感谢 K 老板对于我们姐妹花今天的鼎力相助，让我们有了一个专门出台的开门红十一月，祝大家越来越好。K 总，扫一下吧。我们现在来玩歌词接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火，是我的造型。我们现在来玩成语接龙，就是四声都可以。那么我先开始这个，顶天立地。我们是 T 一横一竖顶天立地。摇摇摇欲坠坠追悔莫及，及时行乐。哎哎，怎么不说急不可耐啊？还急不可耐呢？乐极生悲，悲从中来，来去匆匆，来去匆匆吧。匆匆那年我们这儿。从怎么办？有一个我不知道讲不当讲，说，但他也不在开头，但很符合我的身份。你说，逼两从容，是从容不迫吗？那你接破嘛？迫不及待，又带。你刚才是带吗？呆若木鸡。可以加个你微信吗？我可不可以加
来，由我这边给大家转播一下。K K，加我微信。我这个事情要询问一下他。K K 被人当中，你要微信。什么叫科技害人？科技害人，人与人之间一点交流都没有。妹妹今天是狗姐姐是的，是的。优秀的打工人。信啊，你上，你信不信？上。嗯。是有一点难度的。腿有那么短吗？好看吗我？没，美死了。猛灵而已。哈哈哈。我靠，好搞笑。We had a good thing going lately. 我们两个差不多，我们两个把脚放起来，我看看。往你那边哦。确定吗？就是往你那边哦。没有啊。这个灯好诡异啊。我的天哪，这个灯好诡异啊。三二一。看一下徐姐两毛钱买来的衣服，真的是两毛钱买来的衣服。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Shouldn't try.